要看看满满的牡蛎，牡蛎，牡蛎，这整整有500粒啊！为什么要烤牡蛎啊？因为你们平常工作很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我还是想要吃鲍鱼。鲍鱼够淘啦！哎，A 三，等一下。你们这边环境好。对啊。环境好。等一下，不要那么狗腿，直接讲重点，怎样？其实我来这边上班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听说你们这有农村料理可以吃耶。小金。学坏了，学坏了！哎，你来这边工作一段时间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也没吃过农村料理，没有。好，员工想要，我当然要做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难得来回味已久的农村料理，农村料理来了。好重啊！这整整有500粒啊，超痛风啊！为什么要烤牡蛎啊？为什么要烤牡蛎啊？因为你们平常工作很努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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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努力。哎，只有500颗牡蛎，好小气哦！我还是想要吃鲍鱼。鲍鱼够淘啦，今年又没有丰收，下一次丰收考虑一下啦。牡蛎，牡蛎，牡蛎，牡蛎。哇，安，准备试吃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吃看看，吃看看。哦，怎么样？超赞的。超新鲜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超好吃的，但是好还是不够好。为什么？我还是想要吃鲍鱼。不要个头啦！今天是烤牡蛎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今天要烤牡蛎？其实我要用牡蛎啊来做另外一道料理来请你们吃哦。其实它还可以呈现另外一个意思哦。期待吗？超期待的。哇啊！我为你做的料理吃一下，怎么样？健哥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蒜泥啊，刚才那个牡蛎嘛，这个啊就代表说你平常工作的程度就是算你努力啦，就这样。健哥，我平常很努力了。好，就算你努力这样程度而已啦。健哥，我很努力了。好，谁叫你常常偷懒？走开，你去烤牡蛎。健哥，我很努力了，各位。我真的很努力耶。好了啦，这个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燕龙，这一道我特地为你调制的，吃看看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味道？这个啊是泰式酱啊，这叫做泰式牡蛎啊，就代表你平常工作真的。太努力了啦！赞赞赞赞赞啊！健哥，那我呢？走开啦！算你努力的，走，太努力，超赞，走走，继续吃，继续吃，耶！下一个。小军，吃看看我为你准备的料理，吃一下。哇，那个是肥肠，吃一下哈。哇，再配牡蛎。好特别的搭配啊！哦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料理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来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半年多了。哇，半年多，对不对？对。肥肠配上牡蛎，就代表你工作态度非常努力。哇！那我呢？你是算你努力了，小心走走走走走，你半年来表现不错，非常努力，继续保持，不要像你老公一样偷懒，知道吗？好。其实安安这时候已经酒醉了，原因是因为这样的。倒酒，这是农村版的红酒，喝了会醉，再配一口牡蛎。这代表我是这团队里面最努力的。
最努力，明明都在偷懒，还怎么最努力啊？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